我觉得最大的特色是培养学生不害怕讲英文这件事，也会在入学前先分级，让相同级数的同学们一起上课。在师资阵容方面，每一位师资都具有国际教师证照以及多年的教学经验。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教学很严谨，然后课程很多样化。我觉得最大的特色，它是采取双语教学的方式。那再来就是在入学的时候就有一程度分级，如果是本身程度比较入门的同学，可以从基础开始打好。像我本身因为之前有在国外读书过，所以我一回来就可以直接上最高阶的那一个课，这样不但可以省下很多时间，也可以省下学费。在文化上语文课之后呢，我开始会注意到一些英文的广播，还有外国人的交谈。在工作上，我也不再害怕遇到外国的客户了。我认为它是开启我一扇通往不同的文化跟社会的门户。文大有让学生们可以考免费的多益或者是日文检定，而且达到一定的成绩还会有奖学金，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的。我在超商工作，当我遇到日本客人时，我可以用日文跟他们沟通，并且解决他们的问题，让我超有成就感的。我会开始阅读全英文的读物和一些网络文章，读完大致都可以了解内容，这是我最大的收获，也非常有成就感。